不知情。你事实上他是，我公司没做好。对，他这个自己会清洗，因为他这个就是他的排污口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是。谢谢我们的林小姐，哇，你好精致哦！你不是喜欢看到手吗？是。放大佛。那是你的手呀！我还记得刚拍的照吗？这个时候，我就想问，谁能有幸拿到这一杯果汁吗？不是你吗？我。这杯果汁我带回去自己喝。这样。准备好了抽奖的，抽给一个宝宝吧。来，我们有请我们大屏幕滚动起来。这一轮的正抽，我们先抽横排，看看哪一排的宝宝已经靠近这一杯果汁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把这个朋友啊，对，万万清醒了，快点送送清醒，哇，你好乖啊，你要把他带回家，你们要不要把他带回家？但是他请了他的宝贝，能够把他带回家，我指的就是刚才他用的这一台哦。想要那个，这边有一个快问快答环节，我们快速的给答案。